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ndra Solomon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就是 Port Moody 的 Rocky Point Park。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屋苑是一个全新的 Townhouse Project， 距离这个这么漂亮的公园走路十分钟就到了。好了，现在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盘啦。不过呢，在看盘之前呢，请你们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， like 和 share 我的 video 给你的朋友。如果你对温哥华地产有任何问题的，欢迎在 comment 里面留言啦，我会很快回复你的。好啦，我咧就到咗个地盘啦，咁就带大家去睇下呢个施工嘅地盘先。嗱，发展商咧就系 Marcon 啦，咁而个 project 名咧就叫做 Will， 咁总共咧就有43个 townhouse， 咁有第一期啦、第二期啦同埋第三期嘅。咁第一、二期咧就可以喺今年嘅9月同埋10月咧就交到楼俾你噶啦。咁啊，第三期咧就会系出年嘅1月啦，或者系2月。咁而最细嘅 floor plan 咧就系3个房嘅。咁成個屋苑咧都係有3房啦，同埋4房嘅 townhouse 啦，亦都可以泊到2架車嘅車房啦。咁而家為你介紹嘅咧呢個 plan 咧就係 A plan， 就係有1300多尺嘅，而家只係賣緊989,900，咁咧就賣成一間嘅啫。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即刻打俾我啦，唔好等啦，因為咧只係賣剩一間咋。如果你是有小朋友又讀緊小學的話咧，咁就啱曬啦。因為咧呢個小學咧 ，Moody Elementary 咧就喺呢個屋苑嘅斜對面啫。咁啊真係行路唔使2分鐘咧就可以翻到學啦。View 嘅地點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啦，就喺 Port Moody 嘅 Moody Centre， 行路5分鐘咧就去到 Moody Centre 嘅 SkyTrain Station， 行路10分鐘咧就去到 Rocky Point Park。嗱，嚟到地盤咧就梗要睇下嗰啲用料啦。大家都睇到啦。佢咧就係用 pine wood 啦，呢個 pine wood 就真係一塊嗰啲 pine wood 嚟嘅，就唔係話用嗰啲木碎黐埋一齊嗰啲 press wood。至於 siding 方面咧，佢哋係用 hardy plank。咁呢種 siding 咧，大部分咧都係用木啦，同埋有少少水泥啦，咁樣混合而成嘅，咁就係一定好過咧 vinyl siding 噶。Will 呢個屋苑咧有好幾個 floor plan 噶，咁3房咧就係1300多尺啦。咁而4房咧就有1500多尺啦，同埋1600多尺嘅。咁亦都有2個特色單位，有差唔多成2000尺嘅。咁裏邊咧就有一個合法嘅出租單位。咁全部 townhouse 咧都係有車房啦，而車房裏邊咧亦都係有電車嘅插電裝置嘅。3房嘅價錢咧係由989,900開始，而4房嘅價錢咧就係1,139,900開始。而特色單位的價錢就是1,349,900開始，而訂金就是 10%， 送一年 TELUS 的電視和 WiFi， 而廚房就是有煤氣的煮食爐。這個屋苑差不多有一半的單位已經是賣出了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即刻聯絡我吧。多謝你收看我的 video， 下次見啦，拜拜。